老板竟然来到了这种氛围。你干啥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自从帮小北装扮完男朋友以后，我的领导时不时的就会偷偷看我。不知道，难道他真是小北的姐姐？我求了，能不能别考验干部了？总看我真是浑身不自在。你干啥？你疯了你？不是，你总看我干啥呀？谁看你了？我是啥工作？我就看你偷摸看我总，你啥意思啊？我有女朋友。你没事闲的吗？你谁看你呀？我没有事儿啊。我是上看他刚才紧张的样子，不会真的